余币是哪里的车牌号码？余币是重庆车管所江南分所发放的发牌代码，范围是重庆南岸区、沙坪坝区、北碚区、万盛区、双桥区、渝北区、巴南区、长寿区。重庆地处中国内陆西南部，东临湖北、湖南，南靠贵州，西接四川，北连陕西。重庆航空运输十分发达，其江北机场是中国内陆十大空港之一，国际货油吞吐量居西部地区领先地位。重庆饮食喜麻辣，以不拘一格使用各种材料创作新菜见长，有着重庆小面、酸辣粉、毛血旺等美食。重庆亦是火锅的发源地之一。